好累哦，不然我总觉得好累。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了，好吧，今天也没有考试，也没小考啊。对，下个礼拜会做一点小考啊，所以你今天回去把这个什么是 mini machine，什么是 more machine，什么是 mini machine 的 state diagram，什么是 more machine 的 state diagram，什么是 mini machine 的 block diagram，这是 mini machine 的 block diagram。那 more machine 的 block diagram 插在哪里？插在这一条线，我还在讲啊，不要急啊，下礼拜就考了，就插在这里。这条线没有，它就是 more machine，就是 more machine，这样了解吗？下个礼拜会考各位对这个部分有没有学会啊？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啊。